我去洗手间。我去喝水。你干嘛？等一下肖楠就要出来了，他知道就完了。不要，你忍心让我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吗？不是你让他留下来的吗？那你还是直接一点吧，套路不适合你。我要跟你睡。不行啊，要是让肖楠知道我们俩已经了，那我爸爸就会知道我们俩已经了。如果被我爸知道，他可能会把你打的手无不能自理。没关系，被打我也愿意。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。嗯。我爸爸是跆拳教练。睡了吗？没有。要不我们聊会儿呗。聊什么？我们之间除了圆圆以外应该也没有什么其他共同话题了吧。那就聊他吧。算了，也没什么好聊的。你才认识他多长时间？你呀，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切，那你就很了解他吗？当然，我们可是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的。那又怎样？他很多的第一次都是跟我。我说的是第一次潜水。他游泳还是我教的呢。我跟他一起爬过树。我们之前一起种过一棵树，名字叫小绿。现在呢，都有人的腰这么粗了。我跟他一起被狗追过。我们当年怒甩狗仔十八条街的英勇事迹，他难道没有告诉过你吗？我跟他接过吻。这你就没有了吧？我跟他一起被干妈摁在同一个澡盆里洗过澡，你有吗？哎呦，怎么比不过我就要动手了？正有此意，别忘了，之前你打过我三次，今天刚好一并还给你。切，没想到你还挺记仇的嘛。来啊，怕你，我就不姓肖了。